天王周杰伦的女友昆凌最近跟朋友聚会的时候，不小心把手机给弄丢了。哎呦，怎么这么粗心啊？她跟周董交往3年多，手机里面应该多多少少都会有亲密的合照吧？但昆凌的经纪人表示，她手机里面就只有像一般小女生一样拍拍吃的，没有什么特别。而昆凌也换了新手机。话说当年林志玲跟言承旭的合照，都是因为送修手机才会外流。这次昆凌更是把整个手机给弄丢，风险应该更大吧？想必周董现在心里应该很紧张吧，不过还是希望昆凌能够早日找回遗失的手机哦。优酷全娱乐，小心点吧，台北报道。